好像怎么来？是吗？一个桥落去，靠背。那边喝。那个桥落去。你怎么想跑路？好，这是俊伟哥，他要去染头。丽。不是我。好，兄弟。没事。下风了。下。会。染头发。嗯。这杯。我不会吗？你就不能输过人？我不会啊。什么歌？在抽屉啊，在抽屉。抽屉都在里面。拿全部站起来。那还在吃东西。上课之前就要准备好。
梦想的时候，请你做你现在该做的事情，不要还要我喊呢、啊。上课呢就准备要听课，而不是还在跟别人聊天。
你只有 A。那你要有一个点，距离跟他们两个一样，所以那个点会在中间。这些都是 P 所有孔的位置，这样才有孔的 P A 的 P B， 或者是 P A 的 P， 或者是 P A 的 P B。所以这一条线，我昨天才会去画中垂线。那这条中垂线不一定会通过 C 点。如果它会通过 C 点的话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对一半，也是 AC 会 BC 才会通过，怎么样？所以如果你要办到这件事情的话，你的 P 点必须在 AB 的中垂线上。所以我昨天才会请你们做尺规作图，画出中垂线。所以现在 P 在这里，但是它还有一个要求，它希望你可以到AB 跟 AC 的距离一样，所以他希望你可以到 AC 还有到 BC 的距离一样，那要到两边的距离一样，要到这两个边的距离一样，它的位置基本上就在这两边的中间，在这个位置才有机会到两个边一样长，所以这一条线都是 P 点的位置。然后很显然要到两个边距离一样，所以显然你应该是有一种对折的感觉，所以这一条线要画角平分线。然后中垂线跟角平分线的这个交点就是 P 点，那这个是想法，你在实际上做之前你要先有想法，然后才开始做尺规作图。他希望你 PA 等于 PB， 那你要到这两个点的距离一样，所以那一个 P 点必须在这里。你要到两个边距离一样，你要到这两个边距离一样，所以那个点就一定要在这里。你话你说，换句话说，你要得到这个，你要得到这个，所以答案就在这里。那这个答案的话，要透过分角线跟中垂线来办到。那昨天我们就有画中垂线，现在你就要画这个角的角平分线。出现。
画这个图出来 ，A 点为圆心，画弧。还没画好的请举手。接下来会画的就是自己来。菱形基本上大概在什么位置？菱形有 A 点，有这个点，有这个点，又缺第四个点，这个点怎么办到呢？菱形四个边一样，所以刚刚你画这个五的重点再有两个焦点。接下来呢，以这两个点为圆心去选择自己选择的半径，你可以选择跟刚刚的半径一样，你不要改变，跟刚刚的半径一样，然后就画，再以它为圆心再画。这个叫做菱形的画，用这个的长度。画，再用这个的长度画，画，连续画三次。你刚刚画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菱形，这个菱形我不画了，一直都不要的。你是利用菱形来画，你是利用菱形来画不要的北角线。这一条才是一定要的北角线。再以这两个点为圆心，你刚刚那个半径一样交织，然后请把 P 点点出来，然后最后写答。其实也不用写答，来，最后的完成品就这样而已。你在这个旁边写个 P， 这里要有点点点的感觉，然后再写一个 P， 这里就算结束。如果还是不会画，请你看下隔壁。OK， 再请你看下一点，下一点我教过了，一点点错位置。看下面，错的线要擦掉。好，留痕迹只留该留的，下一点。你的 P 点点出来 ，P 点点出来。你少了一个中垂线。AB 要画中垂线，然后还有这两条不用画，因为它这一笔不需要画菱形，菱形藏在心里面就好。好，它重点在画这条线，所以菱形我就不画，放在心里面，不要画出来，这条线就好。然后你还缺了它的中垂线，中垂线就是这个的画，那你画到这里，好，它就会画到，就是把相同的画法画在这里，好，它画在这里就有那条中垂线。AB 这里，所以图形开始会有点混乱，所以你要知道自己在画什么。刚刚你做的事情是把它画小一点，大小都无所谓，重点在这条线出来，这个是分角线的画法。为了给你看，所以我故意画的比较分开一点，方便你阅读。然后 AB 画中垂线 ，AB 画中垂线的画法就是这一个，你要用圆规哦。以 B 为圆心，以 A 为圆心画弧。半径要取一样，因为你是画菱形，半径一定要一样才会这样刚好在正中央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两个点连起来。最后的那个 P 点，就是中垂线跟分角线的交点，这里才可以点 P。P 点就在这里。这个 P 点中垂线对折，所以 PA 会等于 PB。 这个 P 点在蓝色线上对折，所以它可以到 ACBAB 的距离一样，就是两次的对折，一个是中垂线的对折，一个
个是分角线的对折，折两次，折两次，你就会得到这个焦点，两个折痕的焦点。角线跟中垂线的交点，所以 P 不是你写的那个位置哦。这一条是中垂线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然后这个地方写 P， 然后刚刚的 P 表示。不可以中间你不要怎么交？问题是你有机会摊平吗？你有办法摊平吗？
下面被谁控制？四跟五控制，四跟五只能够摊多长？九。对。所以这一条顶多可以多长而已，九而已，没办法到十。如果你看的是这一个的话，你就会说，那我最大可以摊平到十二，整个摊平七加五摊平十二，是因为这边被限制住了，这个顶多只有到七而已，这个顶多只有到七而已，所以两个之间的距离，这一个只能够到七，可是这个却能够到十二。问题是这个压打开之后，这个只能到七，所以这个就没办法摊开，没办法拉开。因为拉到最开就是七而已，然后他要问你任何两个螺丝最大的距离，那这种情况是七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刚那一种情况是九，所以这里答案是多少？这样，对。顶多就是你在图形上要告诉自己，你画这一条的时候，最大可以摊平到七。然后如果是这一条的话，最大可以摊平到九，然后它是要问最大值，最大值，所以你答案就写九，就写答案。所以利用图形来讲究，如果要是算式的话，就是三加四，四加五。下面这一题。你要问哪一个长度比较长？我们知道的是三角形里面角度越大，长度越长，所以你要先把角度都算出来，你才能够在同一个三角形，在同一个三角形，所以你要先算出里面，你就可以利用角度大小比出长度大小，这一个也可以各比各的，然后再看看哪一条最长。所以，请你先把角度算出来，一分钟算角度，然后写答案。三角形内角180，用180出后。他只是要问哪一个最长哦，所以你只要回答谁最长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角度你是利用180度扣掉已经知道了70度，还有已经知道了60度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，你把70度跟60度先算出来130，然后再用180度去扣，你就会算出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50。那因为这一题只要求要问最长而已，所以我就不比长短了，因为他只是想要问最长。然后他再问的是 A、B、B、D 跟 C、D， 所以我就先确定一下目标。他再问的是 A、B、B、D、C、D， 还有 C、D。C、D 对吧？好 ，OK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三角形里面，70度最大，所以 B、D 最长。所以这个算完之后，这个一算完之后，我马上就知道。B D 比 A D 还长。当我50度算出来之后，我就已经知道 B D 比较长，就是他已经赢过他了，所以这个就不用再考虑了。然后接下来，因为我还要再跟他比，所以这个角度就要先算出来，这个角度要先算出来，我才知道这条边跟这条边谁大谁小。所以你要再算一次。就用180度扣掉已经知道的两个角度，所以扣掉
掉六十，扣掉六十五，就扣掉一百二十五，所以剩下几个？五十五度。所以这个是五十五度的话，你就会看到五十五度对到的这一条边，五十五度最小哦，所以这个边反而变短了。然后换句话说，这个对面这个角度比较大，所以就变成是这个是最大的，就变成这个最大。所以理由是因为你在这里看到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时候，你看到 CD 大于 BD， 所以最后你就知道 CD 最小，然后就写个按钮。他只是要问你哪一个最小，他没有比长短。自己把它写完。写完之后五十一页跳掉，我们现在回到来，现在请看到四十页。好，开始写第四十页。下方的空白去算，你要算，那去算，请直接算在下方的空白处，下方很多的空白，一定要去算。比如说，第一
一小题，你就把三平方、四平方算出来，还有五的平方也算出来。三平方三三得，四平方四四，然后加加看，五平方五五。如果你看到它刚好相等，那你就可以说，其他三个自己算，都是这样算。算好了就写下面那一点，继续往下写。周长的意思就是 A
C 加上 B C 再加上二十五，就会等于六十三，是代表周长的意思。所以，那因为这两个一样长，这两个一样长，这两个一样长，所以底层高处也有对。所以你要算 AC 跟 BC 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就会把25先扣掉，所以你会先拿63去扣掉25。啊，因为这两个一样，所以这个可以换成 AC 嘛，对不对？那 AC 加 AC 不就两个 AC 吗？因为这两个一样子，因为它在垂直零分线上，所以它可以完全重叠。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算出来，两个 AC 等于多少，那一个 AC 就可以算出来，然后再写分就可以，把它算完，那就没有错了。然后就进行第三题。OK， 你继续往下哦，尽量自己尝试去算完。你可以把 AC 算出来，对不对？